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你是否去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未来这一个礼拜生命的力量和帮助呢？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不要忘记，这是一个与神立约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到神的殿中，瞻仰他的容面，寻求他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操练自己，成为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一天的时间。列王记上第六章14到38节，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12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2个基路伯，各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2个翅膀，各长5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10肘。那一个基路伯的2个翅膀也是10肘，2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10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2个基路伯安在内殿内，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1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1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2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2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1/5。在橄榄木做的2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1/4，用松木做门2扇，这扇分2扇是折叠的，那扇分2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4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
共有七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所罗门在建造耶和华圣殿的过程当中，他用了非常多的木料，其中我们看到有香柏木、有橄榄木、有松木，这些的木头都是上等的建材。以当时候的一个环境来说，要取得这些的木头并且拿来做圣殿的材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所罗门他在建造耶和华的殿，却选择了大量的这些上等木材。对今天的教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国度，我们想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属地的教会，我们讲的乃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我们也盼望能够将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或者是说把最好的材料拿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也就是说，在今天神的教会要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我们必须看重人才的一个训练和任用。很多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成为神手中大能的教会和器皿，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教会里面好像只要找一些人能够随随便便的做一些小小的服事，我们就觉得好像心满意足。但是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像所罗门建殿的看见一样，他宁愿用上好的材料来建造一个上帝长久荣耀的一个教会，荣耀的圣殿。今天我们也在地上，我们要栽培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上好的生命，一个荣耀的生命，以至于能够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看到刚刚所说的香柏木、松木、橄榄木，要能够从一棵树苗能够长大到成为足以建造圣殿的主建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可能上百年，才能够被选用为圣殿里面的很好的材料。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也渴望有一些很棒的基督徒的人才，能够在地上建立神荣耀的国度与教会，那我们可能也要想到，教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造就、栽培、训练，来培养这些神国度的人才，才有可能真正建立神荣耀的教会。但是很可惜的是，在地上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常常以为好像一个能够被神重用的基督徒，或者是有人才的这些的基督徒，好像垂手可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常常跟人分享一句观念的话语，属灵的知识可以快速的累积。就是如果你要去增加一些属灵的知识，你可能可以花三天三夜，花一个礼拜，很快速的大量的去吸收神的话语，或吸收这些属灵的知识。但是属灵的身量，也就是属灵的生命，没有捷径。一个人要从认识主开始，一直到将来成为一个神国度的人才，能够荣耀神的教会，能够被神大大的来使用，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属灵的生命是没有捷径的，属灵的身量是没有捷径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花代价来栽培这些属灵的人才，就像栽培一个香柏木、松木跟橄榄木一样，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才能够拿到教会，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建造神荣耀教会的重要人才。就像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哇，我们发现这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我不晓得今天的教会或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不管是硬体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生命这些属灵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愿意花多少的时间来建造呢？有一些的基督徒，或者看到有一些的教会，
在近些年来有一个很特别，甚至可以说不太成熟的现象，就是他们常常以为属灵的建造是一种像素食，就是这种像这种麦当劳吃汉堡吃泡面这种素食的建造方式。他们觉得今天好像做了一件事情，明天我们就要看到一些果效。所以在这些年来，看到有一些的教会跟基督徒在疲于奔命的在追求一些的方法，追求一些的特惠，追求一些的策略，或追求一些的教材。我们把一些的方法或教材拿回来，我们期待今天开始去执行，明天就要看到很好的果效。所以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在这些年来就一直不断的换教材、换方式、换策略。他们忘记建造神的教会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慢慢的去建造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带着这种所谓的想要在短时间里面就看到果效的这种素食主义来建造神的教会，也不可以这种方式来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想想，就算耶稣基督要训练栽培一群门徒，都需要在地上花3年半的时间，每一天每一天的带着这十几个门徒来建造他们的生命。更何况你我，我们要给自己有一段长时间埋在神的真理上，埋在教会当中，埋在神的真道里，来慢慢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老是换教材、换方式，以为可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果效。有的人甚至等不了那么久，干脆还换教会，以为换一个教会，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以为换一个方式，你的生命就可以突破。但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耐心的等候，他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建造。一个荣耀的圣殿花了7年的时间才盖成，一个荣耀的生命也许也要花7年的时间。如果你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日夜跟着耶稣，什么事都不做，或许3年半也有机会。但是永远不要认为你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只想在7个月或者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要看到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看到自己属灵生命的突破和成长，那是不切实际的。盼望神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耐心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按照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建造我们，在神的眼里，在神的那里有一份属于你我生命的蓝图，神正在一点一点的建造我们，让我们跟着他警醒的来祷告，并且紧紧的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是你所要建造的圣殿。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耶稣基督在世上你也花了3年半的时间来建造门徒的生命。相信我们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基督耶稣里面耐心的等候神你的建造，等候神你来雕削我们的生命，等候神你来破碎来重建，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被建立成一个你荣耀的计划和样式。愿神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生命的一个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